就最后开放给我们现场摄影师跟粉丝们的福利，让他们再帮你们跟我们。那我们现场都是全程戴口罩的，请不要要求工作人员把口罩拿下来哦，谢谢。好，我们最后是不是再开放十秒钟呢？对，因为这些女孩她们很辛苦哦，今天太阳真的很热情哦，那每一个都很敬业，都可以看到她脸上的依然挂。也要到一点。好，快些。我在等你拿到拍照。妈呀，讲大师做贼，我的点数会给你，等一下拿给你。好呀，谢谢。哦，你比较辛苦。好，谢谢。好，来，因为呢，我们现场哦，很多车主呢，今天特别呢，开着他们家的这个非常珍惜的爱车来跟各位美女合照，所以待会呢，可不可以请各位，我们的前方有一排跑车。来，各位朋友们，摄影师先暂停。今天早自拍。红色的大牛帮我们的。这一位过来好吗？在哪里？哪个洞？有。对啊。我就一直看到你。那一样，我们时间呢？抓最后的十秒钟，请大家把握时间哦。大家拍照要注意礼貌哦，好，谢谢。来哦！我们车在那边，我看到啊，我刚才看到红达，我帮你拍照，帮你拍照，帮你。好，最后的五秒钟哦。哎，很迷茫哎。再次。好，这样。我唯一能帮我一个角度来下。来，我们请跟着主持人跟文艺哥向上移动一下哦，各位女孩们辛苦了。谁先不要来投票了，不要投票了。好，哎呦，这个，对大家，我们要来做小提琴的演奏啊。好，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好，大家 OK 了吗？请帮我们回到观众区喽。哎，不好意思，那边还有美女，我们先让他们的小提琴演奏一下，好不好？小胖，你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Dance Monkey 吗？好不好？哇，那直
接演奏吗？有卡拉吗？来了。好来，我们各位朋友，请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小胖。小提琴做附件，对，你真的就是做一些手指头的动作，这样是不是？加油，谢谢。好，谢谢小胖。还有一首，好，没问题，安口曲哈。好，来，我们再一次欢迎啊。
掌声鼓励一下嘉宾，谢谢。哎，有没有 uncle 曲啊？即兴，即兴，对，即兴的。而且我跟你说，你们刚好发现在这边的时候，目光特别的热烈。对对，这边还不错，我觉得你等一下可以来这边就是演奏吗？对对，然后没有，你们要在后面，对，然后演奏完之后也可以去那边演奏。不会，你们可以帮他一起对带亲戚朋友没有？对，因为这边摄影师离不开你们，然后拍后面的美女，对，所以这边 OK， 小胖再一首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就随性给大家的，对，好吗？See you again. 我们的这个尊重啦，对不对？好，谢谢，再次感谢啊。好，那现在的我们的时间呢？对，然后再次的哦，谢谢。对，这个是粉丝吗？好热情哦，他刚刚帮你录影。老板你好。好，来，那我们各位美女们帮我往主持人这边移动一下脚步，对，再过来一点，对，过来一点，对。好，先这样好。然后我跟你们说，各位粉丝们，接下来的话呢，你们除了可以用圆游券来帮你们的女神贴这个他们投票的星星板板之外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手中拿着一袋一袋的钥匙圈？对，待会这个钥匙圈呢，欢迎大家来帮我们买回去当纪念，好不好？你要跟哪一个女生买都可以，一个就是几大扣100块，你可以用现金或者是用原油券都可以。好啊，五倍券先不要，好，太复杂了哦，就是新台币100元或是原油券都可以，好吗？好，那所以现在的时间，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 show girl 们呢，开放他们来跟大家拉票，或者是呢要来贩售这个钥匙圈，都很欢迎。好，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呢，交给我们20位 show girl 来跟你们的粉丝来开始互动咯，加油加油哦！对，赶快帮我们购买一下，谢谢，赶快，都可以捐给石虎保育协会跟高雄火灾受灾户，对，赶快哦，都可以购买哦。对，赶快几百块可以出来一内。对，有没有刚刚的原油券还没有花完的？现在赶快帮你们的原油券贡献给女神们啊，来换钥匙圈。好，还没有投票，赶快投票。待会我们主持人会公布截止的时间哈，就不能再投了。好哟，赶快哦，有没有朋友？点数还有的，赶快投一投啊，谢谢。女孩们，留步一下下啊！接下
我们先请我们马卡龙车队的 VIP 车友，来，我们的 VIP 车友们，请帮我上台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请我们的 VIP 车友呢，来。来，这边的话呢，我们来插播一下哈，由我们的中华民国森林长联合总会，我们的总会长陈建良会长也有到场来帮我们这个恭喜活动圆满哈，谢谢我们的陈会长。好，那我们的创会会长跟我们的会长以及我们的 VIP 车友们，是不是请大家移动脚步呢？不要害羞了。是的，因为今年呢，2021年，感谢呢我马卡龙车队的所有的车友们大力的支持，亲自莅临现场来为我们的活动鼓励了。对，来，我们的 VIP 车友请上台，来跟车队的 VIP 成员是请到舞台上面来，也都可以，可以。他们上来再做。来，各位，我们马卡龙 VIP 成员，加快脚步，请到舞台上面来。来，各位 VIP 车友。